你有没有上教会？有啊。有。教会是要打对照去吗？教会里面说，跟你说打对照去。不错，你好。圣喜啊，对，圣喜，对，不要，你圣喜啊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不叫洗脑哦，不是，你拿一个水哈，一个水，什么水？一般的水，然后滴滴嘛哈，然后加一点盐巴，小小盐巴就好，然后你们浸泡。你再加一个我们薄荷叶的很大张的都有嘛，放在你身上就是可以维持你的道理，你们的信念，你的理念，还有你的智慧也在里面的，你了解吗？了解。嗯，把你把你哄，这才是真理，因为我们无时不到，无所不刻，我们要去体验所有的教会，所以是我们要亲自去体验，那才是真理。你不必为了恶为了善而执着于此，不必。你看到一个人在路上行颠簸倚，你要帮助他，辅佐他，那才是一个孝道。OK， 可以吗 ？OK，OK，OK。Okay. Okay. Okay. 然后我看你的心情不太稳定，但是我知道你应该听入我的话了。你看到某个东西在你身边围绕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想做什么动作吗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很多东西在围绕的时候，你要做什么动作？你要存心虔诚的安抚他。啊，对。对，好，了解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好安抚他。不对，这个，德国说，医保。啊，医保。哦，你会讲德国哈？很少一点点。